Hello， 大家好，我是 Tinder Man， 你最帅 MC Loki Chan。今天呢，我们会有一辆神秘的车，一辆万众期待的车，会来到我们的 Uptown 这边，连我们的 Tinder。你们猜一下是什么车？最近要出的，最近要出的是什么车？你们想一下，等一下我们揭晓答案。A few moments later， 猜到了吗？就是我们的 X50， 第一次上这辆车，新车来的。OK， 现在我上去 X50 加一个一分钟吧，看一下。OK， 因为前面那辆要退了，所以现在我们推一下啊，西北双。OK， 我先退车先。可惜我买了车，不然就买这辆屌。OK， 等一下他们会做一下，我又会拍一下一些他们的 process， 等一下见。OK， 我们现在在车上啊，然后看一下效果是这样的。这个是 Back Rescue， 前面三片都是58线，然后后面三片都是35线，然后上面呢就是05，这没事。看一下外面是这样吧。OK， 我们现在看一下 Back Rescue 的数据是怎样吧。Let's go。OK， Back Rescue， RVLT 我们这边有70、50、30、20和5 ，UVR 也是高达99%，隔热 IRL 90%， Firm Thickness 2 mil 是没有防爆， 4 mil 开始就有防爆。OK， Technology 就是 Nano Ceramic， 它主要功能就是它有散热，可是它就没有 Reject Gray 啊，都没有更好的视觉在晚上驾车的时候。现在我开的是测试仪， OK， 这个是会放射热能的，然后这个是如果接受到热能的话，它就会转这个风扇。OK， 我再放 Back Rescue 下去。OK， 你看风扇停了，就是因为它已经把它这个隔热隔了，它这边就会停了。然后 Nano Ceramic 为什么叫 Nano Ceramic？ 因为它的主要就是会吸热，会吸热是为什么呢？你可以参考一下，像我们吃瓦煲玉米啊，瓦煲玉米的话，如果你煮好了，你放下去，它还是很烧的。